大家好，我是艾菲尔，为您播报9月22、23、24，也就是这个周末和下礼拜一的各星座运势。首先要恭喜的好运星座有天蝎座，这个周末呢，感觉到行云翻身的运气哦，运势当红，父母非常的健康。双鱼座的朋友，恭喜你是姻缘报到，好事成双，适合旅行。金牛座的朋友，这个周末感觉到适合联谊哦，而且你偏财运非常好，顺气十足。这个周末两个星座特别要非常小心的是，处女座的朋友会有一些家庭失和、父母口角的现象。双子座的朋友注意情侣失和，注意交通问题。各星座在这个周末适合的幸运数字以及幸运颜色。火象星座，请你用红色，数字2；火象星座，请你用银色，数字5；风象星座，请你用金色，数字9；水象星座，请你用白色，数字1。